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像各位以后往生啊，你要哪一本？你做了什么功德啊？对不对？你要到哪里去报道啊？ 对，所以你要来投胎做富贵人，还是要升天，还是要你去净土哪一品？那念一下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抵消。所以你有善业，那你就可以升天做富贵人，往生净土。但是善业享受完了，那恶报就会来找我们了。所以善恶不抵消，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善业回归净土，回归成佛回向啊，希望恶业赶快消除掉啊。就算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待业往生，那为什么不能马上看到阿弥陀佛？因为还有业嘛，啊！但是阿弥陀佛的摄受力，那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恶业堕落轮回，在现在莲花里面净化忏悔恶业啊，恶业消除了，念一下：花开见佛，悟无生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无生就无灭了，所以你的内心不会再起心动念了啊。对一切法无有分别，而且遍知一切。那这样以后又培养一个大悲不退转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修行的目的。那累积这么多功德，乃至随喜这些功德，目的都是为了成佛。那成佛才可以真正普度众生。那要有成佛的果，那必须要有成佛的因啊。所以各位现在手上拿这本《华严经》啊，也可以说是成佛的因果经啊。所以成佛是怎么成佛的？然后成佛的果是什么样的功德利益众生呢？就让我们完全了解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去深入经藏。所以昨天我讲了第一集，今天讲第二集，明天要讲。今天讲第三，明天讲第二啊，那至少这三本是比较精髓一点。当然最主要是希望各位要整套的华严经要去了解，但是我们看经典要当作走路，不是看，是走啊。你现在看地图看到美国，去了美国没有啊？还是没有啊？那经典至少是一张很好的地图，告诉我们方法，那我们要去实践啊。就像各位刚刚实践的供养生前，那是供养各种功德啊。就像我们在这边努力修行，不断的回向，而且可以帮助众生消灾。而且今天有一位众生，他本来要开刀很严重，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守八关斋戒，那回向给他，我们这边有没有跟他都结缘呢？就结缘了。那生生世世，那这位被我们回向的对象，一定生生世世，你帮我，我就帮你，啊，这是一定的。
因为你要成佛，不能够离开众生的住缘，也希望能够消除违缘啊。违缘就是过去我们伤害过他，我们如何如何，所以你就会有障碍啊。对所有往生者，我们不断的回向，消除他的业障，减低他的痛苦，乃至让他有机会念下做人、升天、升净土啊，随着他个人的愿力吧。啊，业报啊！如果要投胎做人，就要看他的业报啊。虽然脱离三恶道，他造了什么善业，包括他的子孙帮他造了什么善业。当然，我们今天所报完在界，所有的善业回向给他，他可不可以得到？也可以得到，所以我们就跟他结善缘了。所以往生净土，那是我们的希望。但是，就算往生净土，也有九品往生呢。所以各位，你回向给你往生者的老人，你希望他从下品到中品，从中品到上品。那如何他能够到上品？你有上品的功德，他就可以到上品。啊，你没有上品的功德，那他只能在下品。啊，那当然，虽然我们功德不够，但是哦，大家合起来的力量啊，大家发心的力量，虽然我们自己力道不够。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至少今天报完斋戒受持菩提心，把这个功德能不能让他们去上品，他就有福报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来互相依靠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成就啊。所以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我想各位，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乃至出家，都用这种利他的心啊，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帮助对象啊，所有的想得到的，但是不要去伤害到众生，乃至伤害到世界，地水火风排放废水啊，制造脏乱啊，啊，所以盖房子没有品质啊，啊，那这些最后回归你自己的。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他不希望你归属哪一个教或者归属哪一个派。因为佛教要你归属众生，归属世界，啊，要去拥抱世界，不分宗教，佛教徒非佛教徒，人非人，因为你的心量越大，这叫什么呢？无量心，啊，你要无量心做无量事，所以我们叫广做佛事，要发广大之心，但是最广大的心就是你讲无上菩提心。片缘有情无情，发无上菩提心。那各位要经常这样想啊，片就是普遍，没有一个例外，一只蟑螂，一只蚂蚁，一个外国人，一个无形众生，都跟我们有缘，都有关系，都是我们生命的助缘，更是我们成佛的助缘啊。所以各位，土地公很重要，没有监牢地神，佛陀也不能成佛嘛啊。土地公、水神，没有龙王也不行，没有虚空天神也不行，没有树也不行啊。那佛陀这样讲，就是无情众生，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，各位要善待他，感恩他啊。太阳很大，你在树下终于找到一个乘阴凉十分钟，谢谢谢谢谢谢树神啊，因为虽然树是无情。但是这个无情树里面有树精啊、树神啊、树鬼，各种都有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树下洒洒甘露水也谢谢。那我们培养这样有情无情都感谢他，啊，所以也对他负起生命的责任。同样，一个人在树下挡了雨、挡了太阳，所以永远以后你走到哪里，每一棵树你都阿弥陀佛，啊，每一个土地阿弥陀佛。每一个河流溪水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到印尼的北干巴路，北干巴路每一条水沟都有鱼，啊，为什么？哎，当地污染少一点，啊，家里外面水沟鱼都特别多，啊，然后呢，小蝌蚪也多，所以我就跟当地的居士说，慈悲不用跑外面，就在你家外面水沟啊，布施食物啊，给他们好啊。做烟供啊，啊，所以因为小生命无量无边啊，所以我想你对水很好，那
那这个水它就可以做功德，它就可以让鱼活得很好。如果我们这个事业污染水、排放废水，造成水中的生命死亡，那我们有可能生生世世白血球病啊，啊，血友病啊，甚至血管有问题。那你对外面的空气好，那你这个人呼吸气管就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跟世界是合为一体的，我们跟众生是合为一体的，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佛陀要我们有一个无我，却关怀世界、关怀众生，因为这是最聪明的方法。因为你去关怀世界、关怀众生，是不是关心自己啊？就是如此，啊，那你更有力量来帮助要得到帮助的人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学佛的人，就像各位今天手抱棺材节，走路的时候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都感恩呐、啊，息息相。走在土地，如妈妈的肚子，吹到风，观音菩萨的呼吸啊，照到太阳，不动佛的加持啊，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啊。但是讲到这个地方，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能力，叫什么？你讲心灵的专注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像各位从一点多开始就要开始昏沉睡觉，在家里还睡午觉啊，那你要开始转化自己，不但内心没有松弛昏沉，而且不会掉举。掉举就是你很容易转念头起心动念啊，那这两个你都要拿捏得很好啊。所以我想，像我们法会啊，内容充实啊。所以现在格西正在为往生者超度啊，接下来我们来读读《华严经》，好不好啊？打起精神来，我嘛就准备困了，我每天都没睡饱啊，但是我很少打瞌睡，我的个性啊，我就只要是讲经，那我所有精神都来了啊。打麻将可以三天不睡觉，看佛经要变七天。怎么可以输给打麻将呢？啊，因为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啊。因为在看佛经的时候，这个经典就是佛陀，你直接在跟佛陀沟通呢，啊，而且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，帮助众生的方法，这个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有一位年轻人在读医学院，还要到英国读医学博士。师父，你看我读那么多好不好？我说好。送你去佛学院啊，你真的要做医生啊，要做全方位的医生，身心灵的医生，不能光做肉体的医生啊。那如果你要做肉体的医生也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把心灵医生先学会啊。所以他叫我在他书上写四个字，我就给他写什么，你讲心灵神医。我说你能够医别人的心啊，但是呢，再加上你一边的身呐、啊，然后呢，你要彻底了解佛法，不然的话，你一直给他开刀吃药，对他也没帮助啊。啊，请问你帮一个人一病医好了，最后他会不会死？那还是死啊，所以这个叫不就近呐、啊。但是你医一个人的心，不、哦，他可以就近涅槃来就成佛呢，啊，就种下这个因。所以各位讲到这个、啊。一定要影响别人的心啊！灵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存在必须要时时刻刻关心，每个人都在被我影响，有情无情，这些土地公啊，这个柱子有柱子神啊，刚刚讲的树有树神啊，都在被我们影响啊。特别这些无形众生，鬼神道是以心来传心的，鬼神有小神通哦。你在想什么他知道啊，他只是一个分别心的这种意念啊。特别那些毒蛇这些特殊的动物，他们都有小神通，因为他们都在圣神禅定啊，所以他很容易感受到周遭的一切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也是用这种心来帮助往生者超度，现世者超越心灵啊。所以呢，心灵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善根的力量，慈悲的力量可以改变他的肉体等等啊。那各位要不断的去思维这个，你去思维这个就是哎呦，人活着还有一点意义呢，对不对？
啊，这个世界以我们做圆心，原来我们一直在影响了整个世界啊，整个法界有情无情呢，啊，所以要遍圆法界有情无情，发起无上菩提心来布施来持戒，一方面能够净化自己，二方面能够利益众生，就近方面就是为了成佛，那成佛才可以就近帮助众生。一个再好的医生，你刚刚讲你可以把得癌症快死的医好，但是多活五年十年，对啊，但是一个就近的佛陀，那他可以让一个人刚刚讲念一下就近涅槃，就是解脱生死啊，那这就近成佛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发愿做心灵神医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叫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不分在家出家，出家人不见得发菩提心哦，啊，在家人不见得不能发菩提心哦，菩提心是不分在家出家的，啊，那你要圆满菩提心，那你就必须要研究深入大乘经典，因为这大乘经典就是佛讲的发菩提心的方法，啊，各种发菩提心的方法，从相信因果。断除贪欲，如何解脱轮回，一直一步一步人天福报，一直一步就近的方法是如何，那这一点各位要每天跟佛陀聊聊天，好不好啊？你才不会越来越世俗人啊，那古时候人说不读书的人看脸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有读书的人一看有书卷味啊，还有读佛经跟没读佛经差很多啊！台湾很好，在家人读佛经比出家人多，因为出家有忙不完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家人就好好研究佛经，反而很多啊。所以评估我自己也一样，我在家一天看18个钟头佛经，那我出家就没办法了啊。出家。有一半时间，所以我以前还规定早上你不要找我，早上我要看佛经思维啊，下午你随便找我，要我干嘛就去干嘛，助念啊，去哪里啊，修福报，晚上我还有机会忏悔啊，在思维啊，所以但是反而在家比较容易专注啊，所以那这是你要把握时间，那不能看的时间有时候坐车颠簸不能看，那思维就像牛一样，对不对？草吞了4个胃要反刍，要去思维啊。那面对到人啊，很高兴啊，实践啊，有众生了、啊，那你要去实践佛陀的教法啊。从面对众生里面去实践悲心啊、空性啊、种种的愿力。那我想各位呢，死亡是必然的啊，老病死是必然的。但是不要浪费、啊、如果浪费了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，世间的钱够用就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努力的修菩提心啊，当然各位如果这辈子没办法一定可以出家，但是我们还是少欲知足，但是就算有了钱赶快累积资粮，对不对？成为菩提资粮啊，上供下施，只要有力气，就像各位你嘴巴会讲话会有声音，那你可以把声音变成嗡嘛呢叭咪吽，对不对？变成心经，变成符号，但是不希望浪费这个声音去聊天讲话造恶业啊。还有一种是最大的能量，就是心灵的活动，叫心念。除非已经睡着了啊，你睡着都在做梦，那我们要把这个念头转为一种菩提心空性啊，去转化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念头是最重要，那个身体可以修福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身体，就没有这个相好庄严去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各位要利用我们的身体，最好像天天守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还要放生，不偷盗，还要布施啊，用尽各种方法来创造自己成为一个圆满的觉悟者，佛陀来扩大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责任感。我想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佛，一个佛是不够了，因为这个世界众生无量无边，没办法算了、啊、所以要有不断的不断的有人发菩提心，为成佛在努力啊。
因为这个世界啊，黑暗多于光明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这个小小的光，就怕整个台湾都没电，但是突然又点一个灯，请问这个灯的光强不强？就像天上的星星，虽然很远，有一颗星星我们都看得到亮，看得到方向。我们要成为黑暗众生的光明灯，引导走入这个方向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一直赞叹善知识的重要，那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愿大家成为众生的善知识，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去找善知识，然后自己都不做人家的善知识啊。所以就像我们要做别人的光明灯，大乘就是我要开这部车载的人从此到彼，从苦到解脱，所以我要再多一点啊。小乘那至少我载自己啊，但是无论如何啊，大乘必须有小乘的基础。好，请大家念一下经名，加个南无，念三遍来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念一下，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。一心祈请华严经历代祖师加持我等发起菩提心啊。那每次我们的当然看经典最好按照普贤十大愿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最好你现在就在参加这个华严海会的聚会啊啊。那你要做这个观想啊，供养啊，深入其境。我觉得读经典有一点像看电影，电影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排队，请问有没有人看电影打瞌睡的？没有啊，哇，那个精彩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完全跟电影的情节合为一体啊，所以看完电影以后，你会变成我是超人，变男主角啊。那电影可以满足我们的一种心中愿力的实践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个子矮矮的，那电影女主角这么高这么漂亮，看完电影我都以为我是那个女主角啊，就会这样，所以我们才会去看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听歌大家喜欢听？你听歌你就幻想哦，我就像那个歌星一样，唱出来那个歌这么好听啊，要融入。所以看电影的时候，电灯关掉，全场肃静，对不对？融入荧幕，我想这个就是专注。这个专注只是电影里面都是负面的多一点，你杀我，我爱你啊，就弄得我们内心乱乱了 啊。但是佛经不会，但是你看佛经要比看电影还认真，你要把这种平面的文字变成一种立体的一种观想跟真实的行为实践。布施，那我真实有在这样做了啊！你要真实去做，成佛，那我一定也要成佛。那佛是什么样的果德？那我要得到啊！所以，如果你这样去追求这个果，那了解佛的功德，那进一步我们要去实践成佛的因啊！所以，我想所谓显教，它就是从佛因就是虔诚的是实践，但是自己很惭愧羡慕佛陀的果这样的。那什么叫密乘呢？那密乘他就他从佛的果开始修，意思是说我现在就是成佛的。成佛有什么力量？他要升起这个承担跟信心啊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他也必须从佛的因去实践，这两个如果按照莲花生大士他就综合了。我们要发起成佛的金刚乘的心，但是在日常行为呢，也要如沙一样的细去实践任何的善行啊，小小的善也要做，小小的恶也不要做。我觉得莲花生大师真是超越两边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意思。不然我发觉有些我们修汉传佛教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那有时候修藏传佛教太骄傲了也不好啊！你明明不是佛，你说你是佛
啊，那是心态上承担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家公司有1000个员工，我是刚进来的职员，但是呢，我心里发愿，我将来要像董事长一样的让公司发财，让客户得到利益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这个愿力，然后但是你要从扫厕所开始做。各位，老板扫厕所跟工人扫厕所扫起来不一样的啊，因为用的心不一样。如果你去一家公司，那老板问你说：“你来我们公司做什么？”我要做的比你还好。老板说：“你赶快来，我等你做总经理，我就轻松一点。”这个世界很少这个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各位，下回你去应征呢、啊。老板问你说：“你薪水要多少？”你千万不要说“我要2万，我要3万”，你还是想自己。你要倒问老板：“请问你1年赚多少？”我要跟你一样，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。你要倒过来问，这个叫金刚秤，了解吗？但是你有这个金刚秤的心，但是老板，你随便派我做什么，我都 OK。我保证3个月一跳，跳跳跳跳跳，马上跳到你身边。各位要有这个愿力，了解吗？那你要从最基本的看门员扫射，然后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上来，哎呦，这个真精进啊！啊，你这个精进是你旁边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技巧你都学会了啊，然后客户的这种服务你也都会啊啊，所以我想各位一个，你听我这样说，一个真正懂得佛法的人，在世间有没有成就？保证有成，因为他知道方法，佛教的方法就是如此。那个不懂佛法的人死骨不化，但虽然他懂了佛经，世间法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代表他佛法没有活用，学不能自用。所以念一下，学以自用，这一点特别重要，不然我们佛教慢慢慢慢就萎缩退化掉，因为跟社会没关系。跟社会的进化没关系，代表你不懂得缘起法怎么用佛法啊，只能看看佛经，讲讲佛经啊，然后呢，对周遭的环境没有敏感度啊，也不关心，那就不行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要一半不离开众生世界，一半不离开佛净土啊。来念一下：心在极乐，爱洒众生。让五浊恶世变成极乐世界，让轮回有情成就佛果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让所有的父母有情变成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让五浊恶世都变成极乐世界。我们心要有这个理想，这个叫金刚秤啊。但是在实修的时候啊，那一定要很维系的去圆圆满满啊。当然，如果我是老板，你这样讲，你要跟我薪水一样，我一定用你。但是我会去观察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迟到早退，打瞌睡，厕所扫不干净，你还做什么老板？啊，那就不用提了。所以各位要展现实力啊。所以很多人来找我说：“师父，你教我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在我旁边看那么久，还要我教你呢？”啊，还有人说：“师父，你派一个师父来教我打法器。”我说：“我们天天打法器，你不会看啊？啊，我没有那个100万教学的、啊。你在看，你就要学会那个声音录下来，回去铿铿锵锵，你就会了。啊，你要配合他。啊，当然你在认真的过程碰到问题，问一下，人家给你讲两句 ，OK OK， 哦，这样就调整了。哪有人教的就又不是喂奶？”啊，那所以来跟我说，哎，你找一个人教我，这个人这个不会，这个学到天亮也不用，因为他根本不懂。你每天在参加早晚课、参加法会，你就要学会了。所以各位，像你们在家茶面前看看看，你的手就在动了，因为你有心要学，你就会开始，你那个节拍已经都弄好了。啊，这个叫学习的方法，啊。所以我想学习佛法不分在家出家，没有早没有晚啊。为什么？人有过去式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让这个因缘成熟而已。那你要培养这个心态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成佛的果有没有什么特别，然后我们的发起这种羡慕的心态，
我也要成佛。请看到109页。109页，这一部三分之一讲的是成佛的因。什么是成佛的因？来，十波罗蜜啊，如何圆满十波罗蜜？那波罗蜜也有分世间的波罗蜜。什么叫世间的波罗蜜？就是说你还没有证得所谓空性之前，那叫世间波罗蜜啊。那你空性证得了，波罗蜜，那你就开始走入出世间十波罗蜜。然后呢，这两种都圆满了，那一个是福而进入慧，然后以慧再来修福啊，所以福慧圆满，那你有就佛果。那后面的三分之二呢，大概就是整理了成佛果的殊胜，所以让我们觉得好羡慕哇！佛有这样能力啊，佛有这样骗一切尘刹的利益的方法，哇！佛有什么样的广大的力量，让我们升起这个仰慕心。仰慕心，要有这个仰慕心。当然，如果你连仰慕心都没有，那就没法多了啊！所以各位，要不要长成后面这个样子啊？要！你要幻想、梦想啊！我要跟他一样，要佛的力量来帮助众人，可以下地狱，可以帮助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得到佛果，那佛不是光外向啊，佛的真正的力量在大乘的经典，所以一个大乘的法师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一定要先赞叹佛的果德相好庄严，让听闻者升起信心。信心啊，有了信心以后，我们才会追求这个法。特别在金刚乘，我们甚至要把上师观想，今天就是绿度母在为我传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升起这个想法，然后呢，你也变成绿度母的女儿，因为你将来也会变绿度母，所以你要得到这个灌顶，啊，让大家都成为一个本尊，那真实去帮助众生，啊，这个叫一生成佛了。这是讲的是念头，啊，所以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两种都不偏废啊，都要了解。108页，倒数第三行。我们念一下：佛子，诸佛世尊有十种为众生做佛事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一切诸佛示现色身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出妙音声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有所受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无所受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以地水火风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神力自在示现一切所缘境界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种种名号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以佛刹境界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严禁佛刹为众生做佛事，一切诸佛寂寞无言为众生做佛事。好，那这十条后面有无量无边的十条啊，所以佛的不可思议啊。那第一条，那就是各位看到佛像了，甚至哪一天你真的看到佛的形象，那还得了啊？所以一切诸佛能够示现他的圆满的色身，甚至应化为众生做佛事啊！一切诸佛出妙音声，哇！佛陀叫64支，他可以跟蚂蚁讲话，再远再近啊，不管你是哪一国人，而且都可以讲到你的耳朵，入到你的心里面听佛陀说法，跟不是用耳朵听的。因为佛陀是成佛了，他讲出来的声音是直接进入你的佛性的空性里面的，啊，直接触动你内心的，所以你生生世世忘不掉，啊，直接。所以为什么叫花开见佛？你看到阿弥陀佛，那你就准备证空性了，悟无生了。但是你业障重的话就没办法，所以要在这边累积消业障啊，所以你就可以花开见佛。
听佛说法啊，一切诸佛有所受，什么叫有所受？那观受是苦，但是佛陀像妈妈一样啊，你快乐他比你快乐，你痛他比你痛，有所感受啊。就像一个女人问男人说：“你都对我没感觉哦，啊，就像呆几拜啊，没感觉啊。”但事实上，各位哦，你年轻的时候去谈恋爱，看到一个喜欢的人，感觉强不强啊？哦，对呀，啊，那头发都翘起来哦，起鸡皮疙瘩哦，啊，就像看到鬼一样起鸡皮疙瘩哦，啊，马上有感觉。但是佛陀说，所有的众生都有所受，所以去利他，一切诸佛无所受，虽然有所受，但不执着。内心念一下，静止的流水。佛陀的心是静止的，但是却不断的去感受众生呢，啊，一切诸佛以地水火风，佛不是固定人的形象啊，啊，佛可以变成就像无情众生地水火风的，啊，所以各位，太阳是不是活着啊？因为有太阳宫、日宫、天子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太阳宫就是那个他的生命，就是那个太阳不断的放光。不断的放光，请问海龙王在哪里？不是有固定一个海龙王这边跑来跑去，整个大海之水合起来叫海龙王，你在海水里面丢一个石头，就在海龙王身上丢一个石头。山有山神，树有树神，但是我们往往人类很喜欢用自己的形象来画一个海龙王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树神的形象。但是佛陀要你看得很清楚，一棵树就是一个树神，就是这样，啊，它有精神在里面，那是附着在上面。树木本身是无情啊，所以佛陀累世做了多少的树神啊、水神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连无情都可以转化来利益众生。所以一切诸佛神力自在，要你变什么就变什么，啊，像我都发个愿，各位将来梦中会看到我。这是我为我妈发的愿呐，啊，因为我妈以前就很喜欢签什么大家乐，人家都来问她，因为她没事不讲话，所以她好像在禅定，然后她就看到几号，人家就打电话来，我晚上我看到鬼火火呢，啊，她这个人还好心呢，跟人家讲还会中奖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她就干脆自己签，那就中不了奖了，啊，这人一贪心就没有了。但是他有时候奇怪呢，我都会看到几号呢？看到什么形象呢？所以各位，那后来我想，我妈喜欢做梦，干脆我用做梦跟她说法好了，因为跟她白讲我是她儿子，再讲也没用，所以各位，佛菩萨可以用各种方法，所以示现一切所缘境界，不管你是执着什么、喜欢什么，他就变什么去做佛事。所以翻过来，一切诸佛种种名号，哎呀，念佛很重要。事实上，一个佛不是一个名号，哎，请问阿弥陀佛有多少名号啊？他们在网络讲36亿，什么1100万，是不是？释迦牟尼佛也有无量无边的名号，所以种种佛有种种的名号，可以示现度众生。一切诸佛以佛刹境界，虽然你现在在五浊恶世。然后佛陀马上变成灵山净土去度众生，来自各位，你可以一切诸佛严净佛刹，你也可以真正到庄严清净的净土世界，那么佛陀可以度化我们。一切诸佛寂寞无言，拈花微笑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呢，佛陀可以这样静静的在寂静当中度众生，哦，各位羡不羡慕啊？所以一定要成佛才能够真正利益。那各位，我们既然学佛了，那我们要知道佛因地怎么修，成佛如何。所以像这十条啊，我们就好羡慕，然后反观自己就好惭愧，也因为有这个惭愧力，所以我们就变成精进力，我一定要这样跑啊。虽然我现在在扫厕所，总有一天我可以坐在总裁的位置，虽然我们在地下室看门，总有一天住在顶楼办公室。
对不对？世间人就这样冲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按照这样去做。所以看佛经就直接佛陀跟你说法，那你就要按照这样去做。所以一个有修行人，并不是说他已经成佛，而是人家知道说这个人真的有在进步，这个人真的有惭愧心，这个人真的有理想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小朋友跟你说，师父，我将来要做最伟大的医生，去帮助所有乡下的穷人啊！我们好赞叹他啊！虽然他现在是小孩子，这个叫什么法王子啊，狮子的儿子，反正长大一定是大狮子。最后要发起这个广大心，但是你发起广大心，那你要开始累积这些功德。所以佛陀有十种殊胜的境界，乃至在因地他发心也不退转等等。那这十条你最好像读经，你也不要说哦，我读完就算了，而是说我要一步一步做。那今天看到这十条，可能每一条做到几分，那你要给自己打分数。然后呢，哪一条做得比较不好，我就要尽力说到要做到，那你就有在进步。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一下，但是各位你不要太相信我讲的，我搞不好都讲错，但至少我有一点努力，看不懂的我就跳过去，看得懂的我一定要做啊。然后呢，哪一天我再回来看我看不懂的啊，因为佛教讲因缘熟你就看得懂啊，你真的不懂，佛也会在梦中点醒你，在意识里面告诉你，你相信好了，诸佛灵感不可思议 啊。所以第一条，诸佛每一个佛啊，都有这十种最殊胜的方法。第一，所谓一切诸佛大愿坚固，不可举坏，所言必作，言无有恶啊。各位以后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好，你说的哦，言无有恶啊。对，不舍弃众生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每一个佛在因地都是这样发愿的，他虽然他只是小小一只昆虫，像小恩吞，对不对？佛陀过去做小恩吞，做小狗，做马，他都做过了，但是他看到了世间的苦，那时候他就发愿了啊。所以呢叫大愿坚固，不可举坏，不会坏的，言无有恶。所以各位你要有福报，你要从嘴巴做起，讲话要算话啊，所以往往不太容易。这个某人他有什么习惯，我会讲，哎，以后不要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还不是一样。这个末法很难呢，啊，讲三次再讲下去就翻脸了，不是我翻脸，是我讲他翻脸。那干脆不要跟佛不生懈怠，能吃佛。所以菩萨戒叫无尽藏戒，每一条你都说好，啊。你不要，有意思，佛不错，有意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各位，你看经典一定要实践。像第一条，各位从今天开始，所言必作，言无有恶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如此啊！你将来会有力量，什么力量？比如说，我看我师父啊，包括大宝法王，这个人生病，交给他师父啊，法王帮我回向一下。好，他只有一句话，收起来。但是他一定做到啊！下回十年以后你去碰见他，他就问你他好一点没有，这样十年了你都还记得啊啊！这个叫佛啊，或什么他的念头，他既然答应了，他永远守护你啊！所以以后各位你去见这些善知识，你要说师父啊，你要度我，好，你下地狱他就把你拉起来啊，因为他们已经大愿坚固，言无有恶，他不会说好，我被给言呢，这样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看释迦牟尼佛多伟大，那个时候为了度青衣童女，然后呢，青衣童女要他要把花拿来供燃灯佛，对不对？只有青衣童女有，青衣童女好，我不要你钱，你娶我做老婆啊！他说不行哎，我要成佛。那没关系，你要成佛以前，你要结婚一定要娶我。那佛陀那个时候善慧童子好，但是答应我，万一我出家，你不要障碍我；万一我将来成佛，你随我出家。好，两个都守信用的，所以佛陀就没娶过别人，就娶他，娶了五百世。
这个叫言无我，他不舍弃的，要我，我下辈子才不要，就这样。哇，这五百是啊，但是佛陀就是这样，好，对不对？请问后来耶稣陀罗有没有跟他出家？有，耶稣让佛陀去出家六年，耶稣陀罗有没有去障碍他？没有，他没有去跑到那边哭啊，你搞我等啊，我好你死，他没有了，他们都是言无有二的啊。所以每一个佛，所以他们所讲的话百分之一百啊。但是各位，这个所谓你讲话有没有力量，就看你的口业是不是如此，愿力是如此啊。所以那佛的境界太让我们羡慕了啊。所以一切诸佛为欲调伏一众生故，住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如是而为一切众生而无断绝。所以念佛的人千万不能说 我去极乐世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你这样也去不了上品，搞不好去都去不了。我们念佛人是说，我希望往生净土以后，将来分身百千亿，好不好啊？化身十方普度众生，你要发这个愿啊。去是为了来，所以每一个佛哪怕为一个众生，你到什么世界他就到什么世界去找你，去度你。他既然说要度了啊，在时间上是超越，在空间上也是无障碍的，你走到哪里他都度你。所以我为一切众生而无断绝，所以每一个佛是他的生命就是轮回，轮回到所有众生都离苦了。就像一个黏的球一直滚一直滚，滚到他身上越滚越大，因为他还把这些都黏在身上啊，承担他的责任，像滚雪球一样啊。佛伟不伟大？伟大，伟大！每一尊佛，诸佛皆是如此啊。翻过来，一切诸佛于信于毁二种众生，大悲普观，平等无异。哦，你喜欢放生，他赞叹你；你在放生，他毁谤你。但是佛陀呢？我们学佛人的心无有分别。你赞叹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我做得更好；你毁谤我，谢谢你批评我，我更要做得更好，功德回向给你啊。一样要慈悲，平等无异，大悲普观一切啊。所以各位永远啊，以后你在楼上看底下人这么多，你要把每个人老的都变成妈妈，小的都变成女儿儿子，你要这样去普观一切，你要开始练习，那告诉自己，我要爱所有众生，照顾他们生生世世，直到他们离苦成佛啊。你要学佛这样平等无二。所以佛陀说，你相信他不相信他，骂他不认识他，佛陀大悲三念无有分别啊。所以佛陀并不是因为你供养多拜多而对你好，你今天就算走过这边看瞪佛一眼，佛陀加持你，好在你眼睛瞪我一下，祝你有双眼皮啊。因为佛陀他不会有分别的，哦，你对我好我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。所以佛陀他在感性上如此，所以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成佛，终不退失菩提之心，这个最难呢。啊，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在某一个状态，他就会发心，然后一段时间又会花期了，啊，又回到原地了，啊，所以当然一刹那的发心，就像各位今天受报还斋戒，是进阿罗汉住，哇，今天做阿罗汉，对不对？今天做菩萨，明天做陀萨。杀到阎王酒啊！但是各位，你要保持永恒不退。所以佛陀从一开始到最后，请问成佛的心，发心成佛跟最后成佛的心有没有不一样？通通一样啊！菩提心就是菩提心，没有分别啊，只是一个是种子，一个是果，所以叫华严呢啊，因果合一啊，啊，无有分别。所以一切诸佛积聚无量诸善功德，皆以回向一切自性于诸世间，终无染浊。所以各位要努力累积各种诸善功德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都回向成佛度众生，叫一切自性。因为你没有成佛，我们的悲心也展现不出来。所以这个功德一点都不执着，于诸世间终无染浊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这个世间有没有你的房子？没有。有没有你的老公？没有，都是别人的。有没有你的钱？没有，没有才有。
有就没有啊，要当作这样，不染浊，但是我累积一切，累积一切去帮助众生，最后都是为了成就佛陀的智慧，好不好啊？哦，要追求。再来，一切诸佛以诸佛所修学三业，唯行佛行，非二乘行。所以所有的修行六波罗蜜啊，戒定慧，那都是为了成佛利益众生，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，那是人天福报啊，皆为回向一切自性，成于无上正等菩提啊。一切诸佛放大光明，其光平等照一切处，其照一切诸佛之法，令诸菩萨心得清净，满一切智。各位，如果你发起菩提心，请问佛有没有在照着你？十方诸佛一起在加持你，啊，就怕你这个小小的光灭掉了，啊，所以只要你是一个佛种，那众生皆有佛种，众生都有蜡烛，啊，所以这个蜡烛只要佛就想办法把人家蜡烛光给点亮了，啊，所以每一个佛都是亮亮的，像大太阳，都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啊火柴棒能够，砰就发火了，啊。所以佛不会因为你不是佛教徒而不照你，不是因为你回谤而照你，也不会因为你天天拜佛就特别照你，不照别人，不会的，啊，大悲平等普覆一切，那令诸菩萨。所以各位，你只要发菩提心，你一定会得到心得清净，当下清净，断烦恼最快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。一个人会有烦恼，就是没有菩提心，啊，这菩提心如如意宝啊一样，就烦恼大河都可净化，所以可以满众生一切智。一切诸佛舍离世乐，不贪不染，而普愿世间离苦得乐，无足细论。就像各位今天所报完斋戒，不贪不染，但是想了众生，愿他们得到世间的快乐，解脱的快乐。一切诸佛悯诸众生受种种苦，守护火种，行佛境界，出离生死。所以佛永远在像妈妈怜悯的我们呢，我们在轮回的苦，佛心好痛啊！啊，但是呢，守护了我们的成佛的种性啊，守护佛种。所以各位，虽然我们在轮回苦，但是我们的佛性依然都在啊。所以佛以他的这种加持力，行佛境界，令众生出离生死，待死立地。啊，能够从烦恼达到实力地，是为实。那后面啊，写了很多很多，我们就跳到最后一页，这样你就会醒过来一下。哦，终于读完了，啊，请看到246页，哇，太好了，下课了，啊，倒数第一行来，246。佛指诸佛世尊有十种无碍解脱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初心于世，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转进法轮，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众生受化调伏，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土，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不可说不可说菩萨受记，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去来经，一切诸佛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去来经诸世界种，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去来经一切神通，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去来经一切众生，一切诸佛能与一尘现去来经一切佛事，是为实。这个一尘可以说你一样一个小小的灰尘里面，佛就可以让显现不可思议的佛净土、佛神通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像说一个小小的牛角，那是弥勒日吧，啊，所以里面就可以显无量的功德，啊，
所以意思是说，佛已经超越世间的所谓啊这种相对的限制，佛是达至一种绝对的超越的境界。啊，你不能用世间的高大小多少生灭来看佛的境界。啊，所以佛就像这个比喻，大家知道，一万杯水放在那边，然后就有一万个太阳，只要你心情都陷在那个水里面。啊，所以你要这样看这个是，哦，你在美国念阿弥陀佛，我在板桥念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同时现前。啊，就像现在科技进步了，直播卫视、电脑可以在任何地方马上参加法会一样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到底是这个人是海涛，还是电视里面的是海涛？你想一想，都不是海涛，都是假的。都只是为了法，所以我现在死我都很高兴，没关系啊，你打开电视，海涛法师还活着呢。因为要听的是那个法比较重要啊。啊，请问那这个佛像是真的还假的？又真又假，你看信真实佛就站在这边罚站一整天啊。啊，你不信哦，那只是一个塑胶做的。啊，因为我们的心态，而且这里面站了多少佛？满满百千万诸佛充满加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佛升起信心的时候，啊，超越一切啊，不可说不可说，啊，没有办法衡量啊。所以我想，很多经典要我们去看佛的果地的功德。哎呀，羡慕羡慕啊，羡慕。但是这个羡慕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比如说现在台湾人有人生病，你要发个愿，我要让所有生病的人都好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发这个愿，然后你就开始努力的做烟供啊、点灯啊、受报还债见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啊，那旁边人会讲棒不已，你怎么可以让所有人都好起来？你不懂佛法，佛法就是你要升起这个承担。我今天送地藏经，就是要让所有生病都好起来，所有现在打麻将的就开始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啊，那你要有这个承担，那你这个承担你要按照佛的果地功德去发愿，我可以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观想，那你太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愿意，不是你的，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插头，透过我们这个小插头，可不可以把电力加持啊？可以的。啊，虽然我们不是佛，但是我们发起成佛的心，那佛的力量就可以展现。因为佛讲的，啊，诸佛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请问一颗小小的沙子，念一个大垂求咒啊，大光明咒啊，丢出去，那边的鱼可不可以马上升天？可以的。所以佛说，你任何地水火风，一颗沙子，一滴水，你念我的陀罗尼，马上转成佛的圆满力量帮助对方。虽然你不是佛，但是你要有那个信心，所以你要对佛的果地的种种有升起虔诚跟信心，然后你去念佛的时候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你念一尊佛，百千万亿佛都是阿弥陀佛在加持的啊，去帮助。所以这个各位一定要了解，请翻到前面拐骗一下，前面就不要读那么久了。人家每次爬山都讲师父快到了，我走，还要转一下，体力就来了。啊，你不这样骗他，他才不。